伊能静在家努力运动瘦身，三摄自伊能静微博。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。48岁女星伊能静暌违8年，上周三首度在台湾公开露面，出席家福中心公益活动。她与中国男星秦昊在婚后以家庭为重，目前呈现半退出演艺圈，在家除了照顾女儿，就是积极从事重量训练瘦身，效果显著。伊能静小蛮腰相当纤细，三摄自伊能静微博。作为两个孩子的妈，伊能静常在微博分享健身美照，做她大晒一组前凸后翘脚露蛮腰美照，十分抢镜。伊能静透露自己听从老公秦昊的建议，大做重量训练，建议提高新陈代谢。我还摸索属于自己的饮食方式，一个月瘦身效果就十分明显。虽然呈现半隐退状态，伊能静的居家生活还是挺忙碌呢。半隐退状态也不得闲，三摄自伊能静微博。伊能静大秀训练多时的小蛮腰，三摄自伊能静微博。伊能静也会进行重量训练哦，三摄自伊能静微博。